生气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秀弟啃鸡腿，我鸡腿，鸡腿姐。好，大家一定想说，为什么我们声音会这么小声？因为现在秀弟在旁边。那因为待会呢，我们要整狗。没错，我们等一下要整秀弟弟。现在看我哎。那待会呢，我会拿一包红包，然后还有一个肉干。那待会呢，我就给他们选择，看他们要哪一个。那照理来说，他们一定会选肉干嘛。然后他们肉干拿走之后呢，我就给他们看，小弟小弟，你们看，这里面呢有更多的肉干。嗯啊啊啊啊！那我现在非常期待他们等一下的反应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整小弟吧 ，Let's go。Go。好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我们频道的话，记得订我们频道，那么还是可以追踪一下。好，整狗开始 ，Go。Go。好，那第一关呢，我们现在实测弟弟。对，我们现在要给弟弟红包哦。弟弟，弟弟，你要红包还是肉干呢？你选一个好不好？现在过年啊，你要红包还是肉干呢？哦，他要肉干，他要肉干哎、欸，他要肉干，好，好给他吃，肉干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弟弟你看，弟弟看这边红包，你看，你看红包。对，你看更多的肉干哦。好，现在弟弟吃得很开心。秀，你要红包还是肉干呢？选一个好不好？选一个好不好？手手，手手。哦，他要肉干。好，他肉干。好，弟弟，不秀嘞，给你肉干好不好？好，啊秀，你看这个更多的肉干、欸。哦。好多肉干，好多肉干，好多肉干，哇！你怎么没有选到这个？秀，你看，更多的肉干哎！他傻眼了，秀傻眼了，啊！哇，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秀生气了，秀，你选错了，更多肉干。生气了，他真的生气了，成功了，整到希尔了，耶！好了，那今天的整狗很成功，整到希尔弟了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，那我们 IG 可以追踪一下。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，祝大家红包拿多多，拿满满。好了，那今天片到这边啦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耶，拜拜，希尔弟。希尔不爽了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！你看，更多的肉干，他生气了啦！你完蛋了，生气了，我没有那个了，那什么，信用破产，他不跟你好了，好，知道吗？